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ir。难得看到一个人都没有的机台，趁现在来补个图鉴吧。有四星化石翼龙跟比克提尼，抓个四星也不错。派出西斯海人跟虚无伊德，水母先放 W 招，差一点直接解决啊！哇，这么远还有反击机会！失误！轮到鸭嘴火兽的攻击。两只都克数，不太痛了。来吧，化石翼龙，不意外的精灵球啊！这弹高级球好难推啊！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抓到了！这弹好像高星数在右边比较容易下卡欸。可以超级进化的化石翼龙，没人，继续打。哦，又有两张四星，巨鲸怪跟冰衣布都很想要欸。哎呦，双大潮！哇，直接草喷给我欸。今天感觉还不错，前几天打连四星都不给啊。哦，又有一只四星，难道今天可以当四星猎人？派出固拉多跟雷丘，雷丘力招式机会。路卡利欧残血啊，
哇，雷丘直接挂了，直接用租借的。顾拉多大臂武招放下去就结束了。搞定。来看看抓不抓得到比克提尼。超级难下的超级球啊。哇，完全不演，直接爆开。这次四星呢也在右边，结果没抓到啊。看来还是运气啊。有气息，哦，冰衣布哎，喷火龙的攻击。喷火龙刻到冰衣布，比克提尼加50，哇，差一点挂掉了。难道真的要成为四星猎人？又是精灵球啊！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没抓到啊！连四星也要这样骗人啊！再继续努力。突然后面来了不少人啊，那刚刚呢有人遇到了基格尔德，看看有没有机会遇到咯。哇，没大小图啊，选一星。看到缩图咯。哇，三二配，直接看推球，给女儿推推看，该不会也是精灵球本命啊？不过上一弹给她推，她都推高级球哎，一、二、三。有交换机会吗？没有。有气息。出现了。
迷你 Q 的攻击。租借的双斧战龙，这只鸡格呢是日本比较前面蛋的，所以三围比较不高，可以打得很轻松啊。鸡格也加三五，大地神力招式很帅啊。再租借一只，搞定。再给女儿推一次啊。这蛋真的超容易推到精灵球欸，一下，哇，一下就爆了。不过今天至少有收获两张四星啊。那今天抽奖来抽土地云，帮我订阅频道，影片按赞分享，在下方留言我想要土地云，我们抽一位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